哎，来，哦，对，来，八股，哎呦，哎，比较公平。等一下，陈华是为了等一下答对才先补，哎呦，他想要跟老师签字，那是他儿时的梦想。哦，下面一题，请出题。 他们说有带着光绪，太强了吧？哎，伊森的，伊森，哇，伊森唱歌这么好听啊！哎，对，哇，他唱的比孔乙轩啊，更强吗？陈奕迅，孤勇者，孤勇者，哎呦，对呀，这首歌很红啦，来一起来演最红最红，孤勇者。 哇，完全海放两组啊，已经快要被搏斗了。而且你们已经弄到我们快要离开摄影棚。对啊，我们都已经要站到外面去了。没了。好，没。糟糕，好像只剩下我们。真的。再录一下。来，你们是孤勇者。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虽然不曾怀，哎，来，陈华，陈华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？嘿，你。什么歌？叫做。这个很容易搞错哦。 那个我，你，我还是你？你我要的爱，我要的爱，答错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后面还有来，你要的爱，你要的爱，对，这很容易搞错，对，是我们的猜歌魔王，真的，来，你是我要的爱，音乐，你要的爱。 三步，终于，他们没有牵手。哎，哎，哦，对，来八股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要公平。等一下，陈华是陈华是为了等一下答对才先补。哎呦，他想要跟老师签字，那是他儿时的梦想。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私人动用一点私人关系 ，OK， 对不对？我跟小博老师还是我的制作人，对，所以我上，有点交情。如果你们这一边可以答对一题，允许你们用新娘报。 但是可以四格，要不要四格？哎，四格，听啊，用双脚合并的跳，用兔跳，舞棍阿北跳，嘟嘟嘟嘟嘟嘟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就这样，四格答对三题，你们就到达了。